螃蟹，所以螃蟹不和我们墩板鱼走的差距在哪？差别在哪？出脚的时间，它会早多少拍？早半拍，所以你就会有重心在留在哪的时候？是哪？中间还是哪？留在中间的位置上，就不会直接去压到这儿，去，我们就会在这儿，明白吗？去转换重心 ，end 的时候才出脚。3, 4, and 1, and 所以它是比正常的节奏要早还是晚？早。早出脚，但不代表早出脚的时候跟你的重心同时，只是有个脚 ，and 2, and 3, and 4。我们正常 2, 3, 4就很平了，就没有跳这个螃蟹步的意义，明白吗？这是和我们正常的蹲蹲 walk 是不一样的。